哎呀，好多种梨呀！こんにちは，各位早安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日本这里哦，特地拍这一个是新货介绍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在门市这里哦，到了很多很多个日本水果，都是我们现在在日本这里掏回去的。掏回给大家的。如果最近有兴奋 follow 呢！我们的那个 video，我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在日本然后有吃了很多东西啦，然后玩了很多东西，也是开始有想念马来西亚，然后有时候也想做一下直播，看几时又心血来潮，又再跟大家在网上面聊一聊天，这样是子啊。的，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在日本掏了什么回马来西亚这一趟。哇，有很多东西咯，可以看到有桃啊、梨呀、然地后一瓜些这样番子。薯啊，这些再大看部一分都些。是很少量哦，哇，很多葡萄葡哦，萄很美那个青啊，王来了，还有好这啊，那个，个亮点哦。嗯，在还没有跟大家讲这次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先讲福利。哦，哇，新货到就讲服务的夸张哦。啊，就是有新货到吗？像我们之前的那一批还有一点点，就做优惠给大家咯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哼，这个优惠不得了，有买有送啊，不是送叉叉的，啊，就是，送回你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前提这两样送一样，就是三样是你要你自己决定自你己自喜己，欢的东西。基本上我们做个福利呢，是有这几样水果选择，就是北海道蜜瓜啦，然后有飓飓风风啊，然啊，后大家看到有这些了，芝我麻认糕，识了啊。你用300多不到400块价格，你可以拿到5样超过800块的日本水果。啊，对，可是看你选什么啦，这样看子你个人喜有欢的，贵有便宜的啊，蜜瓜100多块，好像葡萄两你要百这多块个。这样。好像你单单要买这个塞马斯克也可以，也是买二送一咯。你要买2串就送一串咯，或者你买一二三，然后送其中一样咯。看你个人，这里是没有限制的，就是你可以任选好多了少好样了都好可以。了我看一下新好了，好货。了好了，看新货了，哇，这个哈真的是非常的香，因为它新鲜，跟一般 frozen 吃到的是完全对，不一样而且的。不止哦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好料吗？大家看一下它的招牌哦，它是这个茶豆，茶豆，它不是鲜毛豆，你知道吗？它它是是，新鲜茶豆，就是呢，看到这个字哦，就是它是干的，它是甜的，然后过后问老板，这样子毛豆这个跟平时的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 premium？Premium，species，然后这个品种哦，它叫做马叉马妹。然后它跟普通的埃达马梅又不一样哦，这个品种它会稍微比一更加般的甜。更加甜，只要用盐啊蒸过或者烧过，都非常好吃。对的，对的，再哦看还有什么好料？哇，你看，哟，送几礼性一感呢、定要拿个是啊！哇，真狂的是欢很蜜美。瓜。最近最抢最火的就是喜多嘎，没人讲对，这而个且在狂。东京那边哦，批发哦。哈、哦，只有一叫点点而价已啊！非常少量，是用命来抢回来的。如果没有跟那些有交情的话，跟你 说你买不是拿到，不到的。然后再来还有水蜜桃。水蜜桃、黄桃有很多 size，哇，这有是因为16粒、哦，18粒、它15的粒，产量很少。你大家看一下，一箱一箱一箱的，它们才很十六少。粒一箱，18粒一箱，20粒一箱，15粒两箱。这也是代表了它已经是违季了，货源不足，它只能够有什么货给什么货。总之，我们中秋节有水蜜桃吃。哦耶！哇，哇，80多cm 有很哦，大这的。个这样子。没哇，哎，这个也是很甜的嘞，对，这个，这个德岛的。它叫做金丝啊，金喜啊，金喜番薯啊，它就是在收采的时候呢，在一个黄金时刻就是它的成熟度最黄金、最美的时刻才收采的意思，所以这个番薯它会更加香滑，而且它不会太大条的，这个啊，它这不个它像不是太大条的它品不种像那嘞。个那喜欢吃小小条的，你们就可以来了，因为平时之前那个季节是比较粗的，然后这个品种是比较细一点又点的。滑又嫩的这个，
哇！所以它真的是很多 size， 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里面的话，哇，大粒哦，90mm 的夸张哦。80、哦、小一点也80，有两个 size 这样子，两个 size， 哇，这个梨，哎呦，风水梨哦，很大粒儿，风水梨差不多有600g 一粒耶，嗯，哇，而且我很沉哦，这个，你看到它肿啵啵的感觉吗？我差不多，这些就是沟水的梨，它的长相不一样的，我们平时吃大陆的梨哦，大家发现可能一边生一边熟。都是不完熟的梨，这种梨哦是完美的梨来的。当你体验过看 你就知道，跟你一般吃到个 super 的梨哦，就是 super 里面买，当你体验到它哦，你吃了 super 里面买到的梨哦，是完全是不一样层次的，不一样的。然后他们日本人种水果的原则就是，不是拿水去灌溉，他们都是等下雨天的水。新泉梨哟，你看到新甘泉啊！哇，这个是我们昨天做视频的时候介绍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这是我的那个 supper 叫吗？小爷这样子。小爷。然后呢，这次我老板哦，给我们拿了这 size 叫什么 size 啊？是全日本最大的 size， 它是八颗装。全日本最大哦，我们手板赛的，我们在日本吃的那个还小一点哦，这个更大力哦。对，还有24金水晶梨，这个啊，真的，我们在本地的 local market 啊，他们摆这样多，很畅销，这个是先卖完的哎，好晒的呀，真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因为。很难得有这样多不同的梨，你们可以每一样梨都买一粒回去，你自己体验一下。尤其是现在吃这么多月饼这么高啊，中秋节你吃梨哦，可以解渴啊，解渴啊，这样子没有这样腻。嗯，哇，这个是纳拉卡基，这个非常大粒哦，这是九粒的，比上一次还是限量款哦，哇，80mm，夸张哦，好像一粒水蜜桃的 size 啊，天哪！就好像一粒水蜜桃的 size， 哇，很美啊！今天拿到个飓风，是啊，飓风很美，真的是很美哦，这么大粒哦。好，飓风有一个 special price， 大家可以在 menu 里面看，然后再看，真的是很便宜啊。嗯，哇，很美啊，真的。这些就是新到的货咯，肿啵啵的很美啊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跟你讲，不用250。有分 range 啊，都是在100多到200之间就可以买到了。对，我们说的是日本真花，你不要跟我说。而且是空运花，这个是日本空运花，真的是很美哦，礼盒装啊。最近送礼的都很抢手啊，很难买到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都是爆了喽，美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真的是很美啊。哎呦，然后普通装的有普通装跟这个的啊、价钱会有一点点差别的。对，这普通装它的 size 会小一点啊，就好像 cherry 咯，28mm 啊，26mm 就是大盒来的咯，就好像这些五 G 咯。嗯。然后去到30mm 啊，那些就是礼盒装哦。嗯，对。嗯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美哦，这个礼盒装的。对对对对。最近礼盒装的需求很高哎，你们要快快抢哦，因为真的是很limited的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新货介绍讲到这里了。天哪，你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买二送一、买三送二的福利哦，就让你一次过体验全部日本水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